飞集前集是浅草飞，打埋只浅草飞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头场赛事四番千叶的草地赛，一面倒大热是七。好，你一起步嗰只七号嘛，咁啊一档嗰只圣德威风应声弹出啊，咁啊中间位置红中烈马就红帽啦，入边啊新威王啦，橙心好大大都出闸快啊，咁啊前面呢四只噶啦，第五位咧就系呢只量化欢腾，第六位中档咧仲有酷比哥啊，内栏紫色衫啊麒麟啊，再后边嘅马出边啊一路兜外边啊顶紧啊俾人啊，有浅草飞啦，后啲先有龙城王将啊，黄色潜艇啊，尾四位置马上喝彩，出边浩大星辉啦，咁啊再喺内栏包尾嗰只咧，咁啊月华圣甲嚟噶，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放头嘅是那隻聖德威風，跟住在第二位就紅中烈馬，內欄第三有新威王，第四位橙衫就是那隻好大大嚟噶，跟住第五外面位置量化歡騰望空了，內欄紫色衫仲有麒麟，再中檔位置仲有酷比哥，外面上咗少少嘅馬有呢隻淺草飛嚟噶，兜到嚟最後三百米到啦，前面仲係聖德威風佔先咗馬頸位，紅中烈馬就追緊佢，第三位仲係入邊嘅新威王，第四位中間仲係好大大啊，次序上都冇喐過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咁啊圣德威风仲系支嚟咗咧，咁啊过半身位到啦，红中烈马第二位，新威王第三位，好大大第四位，过终点一出即胜，就系呢只圣德威风啊！第二名红中烈马，第三名新威王，第四名系好大大啊！咁好似头段又系嗰四只，中段又系嗰四只，尾段过终点都系嗰四只，次序上喐动唔大，圣德威风一出即胜，第二名红中烈马，新威王第三，好大大跑第四。头场赛事咁啊，红盘高开啊，咁啊七号呢只圣德威风咧，14蚊一出即胜莫雷拉啊，大 Q 打翻14号啦，红中烈马波件事第二嘅，12号三威王咁啊，净系落位置头先见到啊，都第三啊梁家俊，第四咧就系三号好大大啦潘顿啊，出闸嗰四只就嗰四只啦，一出即胜啦，见佢哇好轻松啊，其实全程都定住啊莫雷拉，一只跟一只咁啊。我们看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是7号的圣德威风，独人派14元，位置派11元，跑第二名是14号的红中烈马，位置派15元，跑第三名是12号的新威王，位置派23.5元，连赢位7搭14派39.5元。二重彩啦，七搭14，顺序咧就派50元，单天七号、12号、14号派125元，位置 Q 七搭14派19元，七搭12派33.5元，12搭14派65.5元，跑第四名系三号嘅好大大。三重彩有啦，七号、14号、12号顺序派222元。我睇边只第五啊，月华圣甲啦，上嚟成堆侧身马后边都其实。变动不大嘅位置都啊，睇下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一格夜热门啊，派11.5元啊，临尾又追一场啦，蔡汉啊，系啦，咁啊莫雷拉啫，帮下蔡先拔头筹先啦，36场啦，追一场，但系咁多呢啲咁嘅子弹好容易过啫喎，系啊，其实佢仓里面好多即系未用嗰啲 PPG 仲有好多喎，咁啊得闲整只圣好眼光啊，整只圣德威风，速大旗俾人操翻咯，嗯。咁呢啲啊，起碼都三四 win 噶嘛，坐住。即係好似前季嗰啲咁啦，一嚟又扶搖直上咁啊，幾 win。呢啲貨源啊，好可靠嘅，即係賣俾阿蔡。贏嘅距離又唔需要遠啦、啊、嚇、嗯，輕輕鬆鬆咁鬥住。都係鬥住鬥住啊！四連環預計派彩啦，3号、7号、12号、14号派111元。
唔好加咁多分，可以贏多啲啊！四重彩二嘅派彩啦，七號、十四號、十二號、三號順序咧就派1121元。相當之正路嘅連贏位啊，39.5啫。頭先都40多元嘅，即係話大 Q 嗰時報，集前咪跑完咗39.5，反而只十二嘅位置啊，23.5落到啊。嗰只紅中烈馬幾次都係輸俾啲超級馬。咁啊，有好多彩池玩法嘅，咁啊 Q 啊嗰啲咯，二重彩啦、啊，四班啊都經常會遇到啲咁嘅場合啊。有運嗰陣時咧，就可能遇到弱組嘅，送翻只超級睇下都冇。可能要谷草拆三組嗰啲喎，四班嗰啲啊。谷草而家長期都九場噶啦。莫雷拉咁啊，都唔知連贏咗幾多期啊，數唔到咁多。佢啲 win 都甩開曬啦，78 win 啊，而家嚟到。所以阿潘頓都投降啦，話今季莫雷拉搞咁多支持啊，咁啊前列窗口全部都支持佢。嗯。咁啊，佢自己有冇方家柏嗰邊咧？爭得遠啦。係呢個就爭好遠啦，方家柏今季成績咁好。勝得精彩，咪第一季都犀利啊！呢只勝得威風，亦都一出即勝。嗯。想唔投降都唔得啦，潘頓啊，即係確實好難追嘅。咁呢個佢自己季初個選擇啦，佢自己季初都話想跑下第二啲馬房啊，咁唔好全部跑曬方家柏咁啊嘛。咁啊，結果俾阿黃雷拉冇得跑，係啦，你上身落黃雷拉嗰度跑。咁啊，莫雷拉又騎咗方家柏，我但係阿蔡都用佢咁錫佢喎。係呢班名超級邊個上去跑到贏嘅咧，都仲要俾你㗎。嗯。好，先拔头筹下莫雷拉、蔡若翰嘅组合。进来影片睇翻啦，无惊无险一档啊！起步少少左嘅就系五档嘅麒麟啦，另外黄色潜艇啦、马上喝彩嗰啲都唔快噶。咁起步咧头嗰四只咧翻到嚟就系嗰四只啦。先嚟就胜德威风铁栏啦，中间红中烈马，中间橙衫橙帽好大大，内栏就新威王啦。头四名嘅马都喺晒度啦，中间红比哥啦，出边就量化欢腾，但系我当系浅草飞嘅。中路位置见到龙城猛将啦，龙城王将啊，内栏就系麒麟嘅，跟住黄色潜艇啦，抢口嗰只系浩大星辉啊，跟住活力勇士系尾三。尾二系马上喝彩嘅，包尾贴栏咧系月华圣甲。咁啊，依场步速都正常嘅，两段都同标准时间一样咁滞啦，属于中等步速赛事。咁啊，前面嗰几只热门实力马咧就早段都已经跟晒前啦，拗好位啊。咁啊，所以翻嚟咧都系嗰四只先过终点嘅。咁啊，后边嗰堆啊都系喺度斗爬啊，争下脚咁啦，都冇乜特别啦。咁啊，两匹欢腾啊，沿途望空三跌，咁啊，所以翻嚟其实都唔系咁多。咁啊，莫雷拉咧就呢度都已经赢甩咗嘅，咁啊最后嗰一百咧都放乱手脚啦，都系睇住嚟食嘅。咁啊，嗰只红中烈马都算系咁啦，咁啊都算咬得近噶啦，呢个位置。我头场福邦完不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7搭14派19元，7搭12派33.5，12搭14派65.5。组合独人三拣一胜出 A 一格夜热门派11.5。二重彩7号、14号顺序派50元。四连环3号、7号、12号、14号派111元。跟住四重彩7号、14号、12号、3号顺序派1121元。跟住时间投到23:92，第二段22:46，末段22:59，总时间1分08:97，比标准时间快2.5秒。